你咋是个班全新买卖的没错，这也太专业了吧。这个包肉绝对是了你和卢卡的罪啊。哇，东江烤羊肉吧全部铺上。这俩小孩已经等不及了。哇Hello baby， 带着大家到这附近的一个集市去吧，看一下我们这个天壤之别的生活，他们过得有多么可怜，我们就有多么的开心。大部队今天跟着出发，我觉得头真的好快。这小侄子呢在这里，哎，干啦黑啦，哇，对吧？哦，慢慢吃，又没有人跟你抢，你真的是又没有人跟你抢。哇，都吃完了，这么大一个大蛋糕，我有这个是那个小花吗？让你爸他们集合一个，他们那边肯定已经饿惨了。今天来一个魔术师给他们做各种的小气球，卢卡那个站姿有如在站军姿一样。哇，去吧，弟弟吃不完的了你吧，消灭掉了你，这吃第二个了。他们俩的座驾心满意足，拿着狗狗现在准备撤了。大家猜现在几点吧，现在都已经快八点了，都这个天气看着不像是不是。好，我是雨琦。这两天呢，我们到赫尔辛基这边来出差，这个呢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品牌邀请哈，到赫尔辛基这边来参加活动，真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真的让我有这个机会。我发现好像很多小伙伴对我就是戴的一些项链啊这些比较感兴趣，所以小小打算分享一下。项链的话是 Monica Venata 他们家的，手上的这个金色我觉得也蛮好看的，然后我打算叠戴一个，三个流星叠在一起的，这个系列我很喜欢，我还买了他们家的戒指和耳环，最近买的，这个也是 Monica 他们家的，我叫爱心，而且它特别大，它就很有存在感。我这个人，这个你知道吗？就是本来比较胖哈，就是如果我戴这种项链比较短的话，它就卡在脖子上面，这个就不太好，需要一些露肤的，这样的话会能够感觉视觉上没有那么拥挤，所以我今天就戴这个吧。上面的这层项链上面也有一点金色。中午呢，打算先去吃一档麻辣烫，真的，我觉得太久没有吃麻辣烫了。麻辣烫这个东西啊，就是你隔一段时间不吃，你就会巨想。还有安排就会有表妹一家见面，好不容易来趟赫尔辛基，就得吃好玩好，是不是？也要带着大家逛吃逛吃逛游赫尔辛基。我们今天就来一个赫尔辛基 City Walk。这两个崽子还有这个男的都是过来跟我一起出差的，人家还给你配备了一个短座，前面的那个是酒吧列车，所以它比一般的列车会短一点，三个裸男。不像是在其他侄女来了之后，这已经是吃的第三次了。或者汤大爷终于下他的这个轿子了，这业务老熟悉了，看一下喜欢吃啥，来就选一个最没营养的东西，但是小朋友都爱吃，其实我也爱吃。你看第二个又选了一个样不是很没有营养的东西，还有两个就喜欢丸子之类的。咱来一个真的虾好吗？不是这个，是这个，这个真的虾。对，这样不要拿太多了哈，这个会分裂繁殖的。扎回去，全部扎回去。蘑菇对抗，有点像国内的麻辣烫，就连这个框都特香。大家一般吃麻辣烫最喜欢什么吃？要番茄的吗？给你一个牌牌，拿着哈，这牌你能吃完吗？他们家是麻将不要钱，就是你自己可以拿个小碗在那边盛，想盛多少盛多少。这个麻。
麻辣烫哈，你说没有麻酱那就没有精髓。我今天这个哈，我是有控制住的，没有点多少，但是这个麻酱不能少，全部铺上。哦，感觉才来了。东北麻辣烫不吃的就是这口黏糊吗？这么多里面，大家第一个想吃啥？我想吃这个，尝一口啊，先为大家吃。我被呛到了，下个星期我再和小辉去回国了。多多给我推荐一些北京的好玩的好吃的特别好吃的餐馆哈。秋高气爽应该是北京最舒服最漂亮的时机，是不是？还没有吃过麻酱呢，这么香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吧。哦哟，我们到了北京之后，北京有涮羊肉，哇，到时候可以沾满麻酱。 Which is gonna deepen a lot of sweet and taste. I can take picture for you and video. 是吃出来想法，他去打了个油碟。哇，好香哦！哇，这油碟巨香。可以哈。Oh baby. 很有一种在吃那个串串香的感觉。一般吃麻辣烫还可以搞个油碟来蘸一下。吃的超好，你们一边吃还一边摇头摆尾，这把已经见底了都。This is so good.超级好吃。二口的这个茼蒿菜真的是巨满足，真的超级好吃。这个都洗白干净了，卢卡剩了几片。最让我诧异的是小包子，大家该记得吗？刚才小包子这个高到这儿了，它几乎吃完了都，超好吃，对不对？你们是怎么看到我们的呀？过马路，然后迎面我说这不是一个女生，她尾随半条腿。高兴大家过来就是跟我聊天啊。他们是高中生哎，长好高啊。怎么长那么高呢？你们是哪个地方人啊？我是北京的。我是上海。我是深圳的。啊，就是哪个地方都有哈。对，很高兴见你们哈，拜拜。市中心的欧迪图书馆，你看他们的这个屋顶好有特色，是不是像是芝士一样，好多洞洞啊。对吧，我就打开你干嘛呢？塑料的都是这里过来做的。你还在那弄 ？Onyx 是买好的，兄弟。但是这里我来打麻将，比他干的。肩膀呀呀，没打。那个湖南 province， 现在学的都是独立式的 rock， 都是古类像拜干的呢。什么的都是都。那个黑了过，什么学的？拜干什么搞到台湾呀？都古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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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冷巴黎若干，我们给你名那个哈尔滨，都是过了一些黑暗的，又是最简单吧，马格拉，那哈尔滨，加了欧罗特有的那个，你有欧罗特，什么的，他问那个什么的，阿萨布斯的都给，哈哈哈哈哈哈，黑的，大了干啥呀？干完是得了，干啥露露也喜欢去中国玩。有，露露喜欢在中国游泳。你到现在，哎，你等阿西亚萨顿都那个埃莱来西欧的，大马给大哥。是 robot。你的命啊，奥莱 robot 的妈，你说我被埃莱操，你为什么了？我报的呀你。还是说一道说说火的里啥？这谁的啥地？还有那个写了埃德啥？中来出来的嘛，是那黑市，你们老是把他们压了，搞谁呢？你就说那。今天的这个天气真的太舒服了，我还以为在赫尔辛基每天天气这么好呢。刚才表妹说的哈，在这边都已经下了两三周的雨了都，我们刚来天气就这么好，真的是幸运加倍。大家看着没，在远处有一个吃着牙的这个雕像，是不是非常的奇特？说猜猜那个是个啥吧。嗯，完了，这汤大爷看到了这加拿大鹅，这加拿大鹅都得抖三抖。哎呦，小碎步，吓死我了。好多这种小朋友可以攀爬的，好好啊！四个男孩可以想象吧？如果有四个男孩的话，我应该可以一天暴瘦50斤。哎，我的天！这汤大爷的操作为什么就是永远那边就不走寻常？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滑下来的姿势？
我一直早上上去的哟，真的是个蜘蛛人。高斯卡用的 bubble tea， 你干啥？为 boss 的都 bubble， 每次到奶茶店都想点一本。你想要那个焦糖的？那个很甜哦。不甜。哎呦，助理还是有一点作用的哈。哟，喝大概。哎呦，喝大概。没有用。我觉得没有一个小孩能够逃得过他的魅力，已经迫不及待在那等着了。一个点的是焦糖的，还有一个是西瓜的。贝雷好会喝奶茶哎！我的天哪，一看就是专业的。想那个 grass jelly， 还是传统奶茶最好喝，是不是？再多了一样，给我大家抢回去了，肯定那个好喝。你刚刚好会挤，嗯，就是长胖神器，现在已经把奶茶彻底戒掉了，大家敢信吗？这是我点的，被这帮抢了。XSM 的，抱抱猪吧，像那个 box 的，又开锅，这边喝完了喝那边。这边他新开了一点亚洲便利店，里面超多东西，大家们来看一下，这晚饭都吃不下了一会儿。我就说吧，真的小孩真的会疯狂，超好吃的黄瓜味，这个敢买，这是池子的最爱，我这个我得给池子拿一个。蒜辣泡椒味的，这个我没有吃过哎。小伙伴出，我们家每次来亚超都是来进货的，这个我要买回去。现在有东西啊。这个可以拿一个，这个是山楂片，我卢卡又是最感谢的，我要带一些蛋糕给你。啊，对呀。你们点了一个，我真的就已经撑不下了，现在他刚才三杯奶茶已经把他给胀得红了。什么到了？上来先生给大爹。他点了一个章鱼小丸子 ，Made Selena。看见好喜不喜欢，第一次吃，哎呦倒是吧哈，嗯，没有那些些了，来，这个是小孩都会喜欢的吧哈，啊，贝雷，我感觉接受程度非常的高，刚说接受程度非常的高，小男孩就是喜欢各种换卡哎，他们现在简直了，他们俩是不想要了吧，一个劲的找路上换。皮包大王，你看包子哥，这个助理还是可以哈。他们在干啥？我的天哪，这玩特别好了，现在。现在这个天气太好了，又走到了白教堂这儿。先吃哪个？我一会儿激动，我的天哪，开始抢起来了。他们选的这个山楂糕。现在那个肉是哪里啊？哇，站起来了，一个一个的发。刚吃完之后，马上还要没有跳跳糖的那个巧克力棒。我互相也不嫌弃互相。哎呦我的妈！哟，哦，可以吧？好吃吗？那你？我吃不了啥呢。太傻了。哈哈哈哈哈！这个太讨厌了。话梅，自己卷的话梅，超级期待。哎呀，给了呗啊，当然给了呗啊。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但是巨感兴趣，看着这个包装，强烈说要买要买。啊！大了吧？说完了的。Vähän niin kuin salmiakin. Niin! Tämä on niin kuin salmiakin. Samanlainen, mutta hirveä, mutta makea. Joo. Hän sanoi, että tämä on kuin kantsautang. Hän sanoi, että tämä on kuin kantsautang.他们四个这样坐着，我突然有点期待他们四个全部长大之后的样子哎，大家期不期待？面临更多呢，都哎不是都下到那个米上磨一下那个白切鸡，也可能吧嘞。下次带一个他专门喝啤酒的地方。都给我多咕噜咕噜的，这感觉一了吧？你现在重重的点头，嗯。露露喜欢那个咪咪，脆脆的，我喜欢吃咪咪，小朋友喜欢吃咪咪的，对吧哥？他应该是零食专家吧，这些零食所有都喜欢。我说他们零食都吃饱了，精力太过于旺盛。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跑圈圈，已经给这娃报了一个，报了一个，哎呦，急速减慢的是。现在表妹就跟个小孩一样，他们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个了，尤其喜欢这个山楂片。嗯
这三家饼是再多都不够啊，真的。那今天晚上吃这个呢，在他们那东北馆吃干饭，今晚亲亲。哎，还真的，哦，谢谢。小年人又开始了哈，要严阵着了就要。哇，第三鲜，过的都是肉干。我天呀！耍宝的那个男的来了。啊，他是把茄子削皮了。我是说，怎么颜色看上去不太像的？这是什么呀？啊，豆腐。啊，铁板豆腐是吧？这个应该是那个新疆烤羊肉吧？应该。哇，多些什么的？什么的？我为嘛搞这些的？过敏呐？我当然不吃了呗啊！我还是。你这样子干嘛？去安心买卖那边的。嗯，我也把家属又送回来了。有没有辣椒？哎呦，那个厉害！尝一下，好不好？嗯，有辣没啊？嗯，好好吃这个。你说还没跟父母吧？又吃着，嗯。脆脆的，上去了，对啊，哎，大包子，要要，小包子已经等不及了，去其他东北餐馆哈，真的是锅包肉绝对是 Lenny 和 Luca 的最爱，没有任何一个小孩可以拒绝锅包肉的，蛮对感谢的，就真的觉得很好吃，很脆哈，但是真的好烫啊，不急，他们这小孩都已经等不及了都。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刚才那个铁板豆腐，现在已经被消灭完了。所以就像豆腐这种东西啊，就是可以把它做出非常好吃的味道。小伙伴帮我提议的就是让我做一个全豆腐宴，高难度的进阶版的那种，来做豆腐呀、豆浆啊，很难，但是很有挑战性，我觉得应该很有意思。有没有小伙伴想看的？然后可以在弹幕上面刷一下。再来一道米线，这个东西 extra 那么硬 ，extra 多绿的，加麻加辣的。我们呢，你不要干吧，你都干了，你先把料吃掉。네만보시고왜이렇게나마을이때하는지다만보시고왜이렇게나마을이때하는지다만보시고왜이렇게나마을이때하는지다汤大爷喜欢这个炒面，开始自力更生了。他们这个蒜蓉粉丝虾样子还是蛮有造型的，这个。我就说吧，小孩没有人可以拒绝这个蒜蓉粉丝虾。네아네我的天哪，为了咖喱一起学的那个饼，哇！我们是在马鞍山的，我们是在。是为了巴布努的，里向都是 elegant， 是。是豆腐，是豆腐，是还那嘛对感谢我的梦能吧？对，在那说嘛，就是说，就是你说的那样，没有，心心念念的都啤酒。那又是什么的？那。那呀。有哦什么？是那包了大哥哥哎呀。那个马布呀呀。niin kuin sillä lailla, että ei ole niin liian. Hän me palasin töihin, niin me en tunnistanut niitä teinejä ja kaikkia. Kyllä oli sen vuoden aikana, ne oli niin kuin kasvanut ensinnäkin. Kun me tuu takaisin ja sitten eka kerran mä näen hänen, hän tulee halamua sinne. Moi! Mä sanon, kuka tää on? Pitää tallentaa senkin numeron, niin se tiedät, kuka se tässä.这几个小孩真的是，以前是侄子坐中间，然后卢卡雷尼坐两边，就是他们俩是左右为难。现在这个是什么呀？又胀又困，现在不行了，那都被他们弄过嘛呀。那再下一个。大家猜一下，我们今天这顿吃了多少钱？那表妹说的，这个有没有一点哈利波特的感觉？她说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银行，哎，这个灯好漂亮啊！他们这几个真的是东走西跳的，表妹现在当领头将军，然后必须要跟着这一排排的走。现在这是已经变成了四个猴子了。
阳在这个白色的教堂上面洒下了一层余晖，好美啊！卢卡，好好下来哈，不要跳，卢卡。不晓得，我真的是。This girl must be want to quit this job already, right? No. I don't want to quit. Wanna quit? No, impossible. I thought you were gonna say, oh no, because I'm gonna love you. They said you wanna rice.这么太结束了，真的是吹着小风，现在老舒服了。没有，没力对吧？没有，我是那个米丹山的 Galaxy。谢谢。哦，那我们下次再见了。哟哟，多大个儿！拜拜，那谁玩的？拜拜，拜拜，拜拜，拜拜。